5点桃园机场最有精神的一个，还是早上6:45准备出发去福冈。专门的什么拉面里面，日本拉面真的就是咸。看看，好像没什么观光客。然后今天天气是非常的凉爽。小仓城到了，三。闷热，不过这边的那个外面的建筑好像蛮厉害的，外面的建筑是什么啊？蛋蛋姐姐，你分他吃一口吗？你分小妹吃一口吗？滴下去了，急躁积善艺术。刚导游说这个小仓城跟大阪城最大不同就是它的石头，这边石头比较凌乱，是因为当初在建的时候没有石，因为在打仗，所以就是有什么石头用什么石头之类的吧。门司港到咯，门司港是上次没有来的地方，还有刚刚的那个小仓城也是初级夜。下一个地方，风景是还蛮漂亮的。这是我们住的饭店，太棒了！我自己一个人的房间。Let'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, and maybe maybe for just one.那个火车博物馆是特别推荐的，所以我们要去先去那边看看。本日休馆。我真没看到。再见。再见。耶！这附近有非常多的店家跟餐厅什么的。这里非常多那种门司港限定的东西，都是香蕉制品。这边好像是很有名的是香蕉的东西嘛。你要那个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香蕉。那它在门司港限定第一名的就是人气 No.1 香蕉蛋糕，它这样子一条是540元，我买了2条。这是福冈限定的啤酒，270元。门司港这边的建筑非常的欧式，有一种走在欧洲的感觉。抢了。
晚上呢，其实没有什么行程，就是开放逛那个司门港。可是下午逛逛觉得没什么，然后该买的也买了，所以呢，晚上就是好好的在房间里面追韩剧。悠闲的第一天结束。